为什么外面的卤肉饭那么好吃？今天我来教会大家。新鲜的五花肉下锅煎，煎到两面金黄，放葱姜、干辣椒、冰糖、盐、生抽、老抽、蚝油，一个卤肉料包，半罐啤酒去腥增香，半碗水，两个母鸡蛋，大火煮40分钟。出锅了，切成大小均匀的片子，淋上汤汁，太香了，学会了你也赶快试试吧。